我有一次去垦丁，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就是在垦丁的那个他们的老家那个老街，就是有一个 Lady Boy Show， 然后我当然我是唯一一个外国人在里面，所以他们要选谁，然后我的朋友他们不帮忙，他们就推我上去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，然后他们就是哈，你要脱，他们开始脱你的上衣啊，然后我觉得哦，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害羞了，可是喝点酒，然后大家都说耶耶，在旁边哦耶耶，要脱我的裤子，所以就选了内裤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不好意思，然后他们继续脱，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卫生纸，然后当你这边啊，他们有一个水枪，然后水枪是要喷那个卫生纸，啊，这不就帮忙喷啊，好玩的，就是射我，然后真的超级丢脸。下次我们来录这个嘛，好好玩哦。今年六月还是七月吧，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那个偷偷去夜店，我老婆不知道。为什么要偷偷？哎，小亮哥，你去夜店的时候，你老婆就知道吗？哎，我为什么要去夜店呢？就这样呀。太晚到一半的时候，哦，又发现了旁边有一个女生，拿手机这样子，然后偷拍我们，拍你们哦。对，其实我有一点开心，因为我终于有了我的国家，我这么红吗？这样子哦，有人认出你来了。对，可是也是对我来说就很危险的意思嘛，所以我们两个走过去那边，我就跟她说，哦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。那个删掉那个胶片吗？他开始加酱哦，什么胶片这样子？那个刚拍我们的那个啦，看一下你的那个胶片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看他的胶片。可是结果他刚刚自拍的耶，这样子他是自拍，是在拍你，他不是拍我们的，自拍的，好巧，好巧，对，所以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，所以我朋友开始帮我讲话。哎，小姐，那不是我们的意思，我们的意思就是，虽然他有老婆，虽然他有上节目，他就开始跟你那个聊天而已啊，跟你认识而已啊，这样子讲，在夜店，他在帮我吗？他不是在帮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马上坐那个计程车回去饭店，然后我马上带给我老婆，老婆，哦，我很像你哦，我在夜店。哦，你先睡了哈，拜拜，这样子。晚安。刚刚金敏在讲的是像猪一样的队友啦，这朋友不要帮忙就算了，越帮越忙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你啊，女朋友越想帮你越恐怖。我之前跟女朋友去泡温泉，在乌来，非常非常兴奋，因为在意大利都没有那个私人的。的温泉都是大众的，没有那个房间的，所以我们就去那边，我觉得哇，那个下午就跑，就泡温泉，泡得很开心，然后去逛夜市，回来晚上一定要再泡一次嘛，啊对对，然后我们又去第二泡，谁规定一定要再泡一次？啊，我们没有泡会怎样？我们年轻人至少会泡两次啊，反正我们就泡，泡的时候。我就看外面觉得啊，这个 view 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棒。然后我女朋友就说，哎，可是吴总，我觉得我们要往里面一点，因为外面一定是看得到里面。我说屁啦，但是玻璃是反光的嘛，怎么可能看得到里面？他跟我说没有，但应该是看得到。啊，你们女生真的，我给你看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去那边看，就是看那个 view 从玻璃。然后我觉得你看下面有人，没有看到吧？然后下面有一群人这样，大家都看到你了。冷静，不要讲话，给这样很丢脸，我就慢慢拉窗帘，在拉窗帘，飞，这是我他那个玻璃是颠倒的啦，一般人家玻璃是说外面看不到里面嘛，里面看得到外面，啊装的时候工人装相反，哎是里面看不到外面，然后外面看得到里面，没有是因为晚上它里面开灯就看得到，我那次就学到了这一点。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其实我蛮喜欢的女生朋友，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机会跟她聊天。可是终于找到一个机会，他的这里肩膀有脏的东西啊，所以我拿到两个卫生纸，然后给他啊，你这里肩膀有第一次接触，对，脏的东西擦一下，那我们两个看他的肩膀，两个都吓一跳，
那个姜这样子东西就是它的一个大的字而已。他拿到那些字，不知道要查吗？这是真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看我的手，你有看到？对对，我每次一到夏天都有人帮我擦药。他是什么 OK 是不是？对，他说不是你被蚊子咬了，对，他是因为什么？那是我的胎记好吗？哦，真的，对。那你暗恋那个女生是奇梦咯？奇梦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不是这样。我要讲一个是我越帮越忙的啦。对，是我之前也喜欢一个女生，然后我因为我没有车子，然后她有车子，她家的车子，然后她那时候刚考到驾照，有点害怕不敢驾，所以我就有点贴心，我就跟她说啊，那你就休息，我开就好了。然后就要从他的家出门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刚考驾照不久，所以我开那个引擎发动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踩那个油门，然后我没有发现到他家门还没有开，然后车子就直接往前走，然后他就在我旁边一直大叫，我就大叫过后我就更紧张更害怕，然后我本来要踩那个刹车，结果我又踩到油门，然后直接往他大门撞。好危险我直接撞，然后爸爸就出来就发现到，然后我就赔钱了，过后我就再也没有跟那女生出去了。你真的很哎，你的糗都很糗。对啊，对啊，哇，蛮严重的。但是我有一次就是在跟那个潘友基那个百货公司上面那个玩电动区，有没有？嗯，然后不是之前很流行就是打拳的棒那种的吗？然后很多男生喜欢玩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是我力量很大，所以就爸每次都屈辱，然后就是旁边很多女生哦，然后想说啊，好了好了，你们看好，因为我想就是其中一个好漂亮的女生，我想把她。他们会不会是在排别的设施，就站在你旁边？是，我是真的来看。不是，对，是我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对，在看。然后他说哦，其实那个不能踢啦，就是违法，但是想说好吧，给他帅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后踢跳起来，啪踢完时候呢，你可不可以真的踢他给我？为什么要踢我？结果啪踢完时候，这一只脚因为那个旁边有两条杆，你示范一下那个动作嘛？没有，我就直接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之前是棒打嘛，对不对？我是跳后踢棒踢，结果这个踢完这个脚。我两边就是两条杆子，我直接蹦，我这边裂了，哎呦，裂了，真的裂了。然后当下我痛到不行，但是就是说就傻帅嘛，啊，你们先聊，然后，哎，孟多，你怎么嘴唇发白了？失血过多，直接咬出血来。然后女朋友问我妈妈说，哎，孟多怎么回事？没有啦，因为要想要把妹，所以受伤啊。哇哇！爸爸，然后你女朋友就把你另外一只也打断了，两只都断，刚好都在医院，刚好住一个月。对啊。